家好，我是橘子。小姑来我们这里两天了，胖哥都还没有下过厨。我今天问了小姑想吃什么，她说想吃鱼，就是之前看我们在视频里面胖哥做的那个鱼嘛。我这时候上街去买一条，让胖哥回来做。豆豆。那个爸爸他嘞。肯定讲我啊！这个鱼我现在已经煮到炉火纯青了啊！香香今天装电力鱼，电力鱼啊！哦，今天开始吗？但是很多朋友问我们，就是这个鱼到底怎么煮的啊？今天胖哥又来借着这个机会出一个详细的教程啊。然后首先这个料酒啊，至少要倒像这样倒半碗，然后葱是必须的，小葱啊，然后还有这个姜啊，放到里面，这三样东西必不可少。然后九阴白骨爪给硬抓啊。就一背个招，使劲的抓，把这姜和葱的这个味道完全弄在里面。他们说的这个叫葱姜酒啊，可以抓，要闻到那个香味啊出来。好了，现在就把这个抓好的放在这边备用啊。然后这也是比较重要的一步，把这个鱼用油先煎一下啊，煎到两面有一点，也不说黄吧，只能就煎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个鱼最好啊，还是个裸斑鱼，裸斑。不，它是真镰刀才来的。把钱切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啊，像这些就不行，还要再扎一下。哎呀，不甜不甜？啊？哪个都没出嘴巴，我操！不甜。然后倒上我们的秘制调料啊。葱姜酒，然后盖上锅盖，焖个十分钟啊。那三盆圆一盒。吃饭。爷爷奶奶来了嘛？吃饭，老子去吃去吧。老子也在吃嘞，都不管。吃那个鱼看，这鱼好吃，多少钱呢？平潭的鱼，黄金煮的像平潭的鱼。平潭的鱼。
秦大鱼。嗯，叫秦大鱼。这个名字跟他就不一样啊。请问你们见识过我儿子吗？你儿子？见还见过吗？